背部厚实肿膜吧，瑜伽来拯救你，三招体式让你背部变薄。俗话说，背后一公分，人就老三岁。这无疑对女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。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，女性长期处于一个坐姿，导致身体血液循环不畅，背部脂肪堆积越来越厚，整体看上去臃肿许多，年龄瞬间老了好几岁。这是各位美眉所不能忍受的吧？想要告别虎背，重拾少女背吗？那就跟着一起练起来吧。一、下犬式，这个体式难度系数比较小，强练这个体式可以锻炼背部肌肉群，紧致背部线条，矫正驼背等不良体态，塑造形体，还有助于改善消化系统，缓解背部疼痛。 A. 山式站立，双脚打开与髋同宽，双膝绷直，挺直腰身，调整呼吸。 B. 双手举过头顶向上伸展，直至于地面，保持垂直状态，打开双肩，上身慢慢向前弯曲，直至双手撑地。 C. 双腿保持绷直状态，保持呼吸均匀，坚持10到20 S， 回到站立状态，呼气，重复上述动作三次。二、后弯式，这个体式在锻炼脊椎的灵活性的同时，可以伸展背部，消除背部所余脂肪，塑造形体，也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消化系统。 A. 山式站立，双腿并拢绷直，挺胸收腹，两手掌向内自然放于两侧，调整呼吸。 B. 双手举过头顶，手掌合十向上伸展，腰部受力，身体慢慢向后弯，直至极限。 C. 伸展脊柱，头部尽量往后仰，上身尽量与地面保持平行状态，保持呼吸均匀，坚持10到20 S。 D. 回到山式站立，呼气，重复上述动作三次。三、金字塔式，金字塔式通过拉伸腿部，可以有效的消灭腿部多余脂肪，塑造腿型，反手向握，有助于消除背部脂肪，改善肩部僵硬。 A. 山式站立于地面上，两腿分开约三尺宽，抬头挺胸，收紧腹肌，调整呼吸。 B. 双手向后伸展合十放于背部，吸气，上半身向前弯曲，直至头部触地，双手自然打开平行于地面。 C. 双腿绷直，脚掌紧贴地面，坚持上述动作10到20 S。 D. 回到山式站立，呼气，重复上述动作三次。想要拥有少女背告别大妈背吗？那就多多联系瑜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